是因为你那样做，这样做比较好。对。可是呢，你这样做，你就会站着做。对。好，站着做。什么叫站着做？站着做就是站着做。站着做这个动作，你不知道吗？站着做。维护栅栏。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摆在这里 ？OK， 站起来。你刚刚不是说可以坐着？没有，因为会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不能这样算法规，要罚钱的哦，罚200哦。OK， 站到后面，最后面，不是最后面墙壁。OK。我要发球，我先，让我看一下，你有笔吗？等一下，你先不用站着。OK， 棒，站好，站好。我发球，这里是你要打，站过去，这边对靠着。我发球，停，你先打，停，我还没预备好打，有点难哦。